色彩它是能够代表我自己的一个情绪变化，对我来说是一种自由的、欢快的、很狂放的。我从小从农村长大，在我高中之前，学校没有那个美术老师，都是自学的。14岁的时候，我老爸拿了一份报纸，就有画圆珠笔画的一个画家，就觉得很新奇，就开始尝试，然后真的就像走火入魔一样着迷。有时候一日三餐也吃不上，睡觉可能一天也就睡3-4个小时。但是当时农村对画画这件事情是没有出息的，不能混口饭吃的，他们是很排斥这个职业的。我跟我父亲大吵了一架，心里就想我拼命的画就是对父亲的一个不服。后来就画出了一幅肖像作品，画了第二幅、第三幅，有10几幅之后就被媒体看到了。这是画的呀？啊，对对，这不是照片吗？厉害！今天我演讲，又找了严森。我们那里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，我总能看见那些老人，还有那些没人看管的孩子。这里有些孩子可能一年。在我被很多人认可的时候，我选择把圆珠笔画放弃。家里人就说你是不是疯了，因为对我来说是放弃了粮票。但我就不太想被蓝色、被黑白框住自己。但是对于油画来说，我完全没有学习过。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进行一个磨练和探索。当时应该也有2-3年是没有收入的，对于绘画风格上也经历了不断的一个变换纠结，方向是不定的。直到2019年，我去了一个千年古树的一个地方，当时我站在那个空间里，我被震撼住了，然后心里就想要创作树这样的一系列作品。我不是正统的学院派创作，我是靠自己去摸索一套自己的创作流程。画面里呈现的是一棵树，内涵其实是千千万万的人。我觉得我像一棵小树苗一样，靠着小时候那种不服输的勇气，经历风吹日晒的成长。在我高中之前没有出过家乡，现在我想走更远的路。我觉得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去打破自己，不断的生长，去塑造全新的自己。